31章。夫嘉宾者，不祥之气，物或物之，故有道者不处。君子居则贵左，用兵则贵右。兵者不祥之气，非君子之气，故得已而用之。恬淡为上，盛而不美，而美之者是乐杀人。夫乐杀人者，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。吉事上左，凶事上右。偏将军居左，上将军居右。言以丧礼处之，杀人之众以哀悲弃之，战胜以丧礼处之。